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徐峥。很多朋友都看过我们的电影《泰囧》，也有很多朋友关心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，有的说是非洲囧，有的说是荷兰囧。很高兴这次我们来到了香港，我们新电影的名字就叫做《港囧》。相信大家也去过香港，购过物，逛过街，吃过很多好东西。这次呢，我会带大家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不过现在我们的剧组碰到一些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女演员迟迟都没有确定下来。哎，傅导演，导演，他到底考虑好了没？我搞佢唔掂啊，不如你自己同佢倾啦。你到底演不演？演不演？演不演啊？我演，你赶紧让我演，快点！